海关近日打击美容院使用冒牌瘦身仪器提供瘦身疗程，检获6部怀疑冒牌美容院仪器，市值约21万，拘捕7名女子，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。被捕人士现正保释候查。海关指被捕人士以冒牌仪器提供瘦身疗程，每次约30分钟，收费每次由400元至700元左右。根据商标持有人指，用正科仪器的美容院提供相同服务，每次收费1000至1500元左右。仪器本来以加强肌肉收缩频率为顾客瘦身，假肌效用有明显下降，暂时未知冒牌仪器的来源。